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41课的第四段，下面进一步谈了在训象过程中的这个一些细节啊。下面来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这句话说 When several elephants are being trained at one time, it is customary for the new arrival to be placed between the stalls of two captives whose training is already well advanced.逗号之前是时间状语从句，当几头大象在同时被训练的时候 at one time 是一个多语的习语，咱们一会儿会说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同时，就是这几个事儿在同一时间发生。第二个翻译成当初，在当年过去曾经怎么样，就是曾几何时。那在这里明显是同时被训练的时候怎么样呢？后面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句子主句啊。他说 ,it is customary, 这是符合习俗惯例的，在习惯上一般是这么做的啊。customary 来自于 custom, 习俗风俗惯例，这个好记啊。前面这个 it 呢是形式主语，这是符合习俗的啊。然后后面这个 for the new arrival, 这是后面这个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语啊。就是对于这个新来的大象，就刚刚送到，不上上一段说这个 establishment training establishment 训练场地啊，这个 arrival 既可以表示到达，也可以表示刚刚来的人或者事物，在这儿是指刚送到训练场的大象。然后呢，这个动词不定式，这个带下划线的部分 to do 就 to be 开始了，一直到句末，这是这个句子的真正主语。就是我们 it 是形式主语，后面这个 to do 整个到句末这个长的不定式是真正主语。而前面这个 for the new arrival 是引出的，是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语。那就对于这个新的来的大象来说怎么样呢？它呢是被放到两个这个被捕获的大象的这个中间，这个 stall 是表示牲口棚，就是畜栏，三面是墙，前面呢是一个门，能拉开，能养一头牛啊，一匹马呀，什么一只大象啊，这牲口栏，这个在第三册第56课我们讲过，一会儿会复习啊。然后呢，哪两只被俘获的大象呢？后面再加定语从句 ，whose training is already well advanced， 就他们的训练已经相当高级了，就训练程度已经接近完善了。这个就是训练的比较好的大象，一边一个，中间弄一个这个坏大象。就他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安排座位往往是几个好学生中间放一个差等生，几个差生放在一块儿，这班里就没法管了。就这么一个效果。好，这里面看一些细节。首先第一个就是看这个 at one time 多义词。 at one time 呢有两个常见的意思，在本文中是第一个，就是同时，就是 if somebody does two or more things at one time they do them at the same time especially。 这个解释特别清晰，我们大家使用时按照这个英文解释去使用也是万无一失的。如果某人在什么 at one time 做两件事或更多的事，他们是同时做这个事情，尤其强调同时做的时候比较困难，或者是这个同时能做这么多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尤其用在这个场合。那我们看一些具体例子，比如说看这个 This word processor allows you to work with two documents at one time， 这种字处理程序可以使你能够同时处理两份文档，同时能做两个事，强调这个哦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说明这个 word processor 就自处理文件，自处理这个软件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了不起，同时做两件事。再比如说 You're trying to do too many things at one time， 你正在试图同时做太多的事情了，强调这个比较困难。所以同时做两件或更多事，尤其强调这个事是困难的，或者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用 at one time，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好，我们下面来看它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也是相当常见的，它表示什么呢？表示 at a time in the past but not now， 过去以前当初曾几何时，就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但现在已经不这样了，这叫 at one time， 曾经曾几何时。那咱们也是看一个简单例子，那at one time she wanted to be a nurse
But the thought of working at night put her off. 这个在当年过去啊，她曾经呢想当一个护士，但是必须在晚上啊工作的这么一个念头，这么一个想法，那使她对这工作比较讨厌了。Put somebody off 可以表示令某人排斥，就这个令某人觉得讨厌的意思啊，就是当初想当护士，现在已经不这样了。At one time.过去或以前，在这儿明显是第一个意思，就是同时。那同时训练多只大象时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习惯上啊，都是新的大象放在两个老大象中间。这个习惯上来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形容词叫 customary， 就是合乎习俗的、依照习俗的或习惯上的，就是 according to custom 或者 usual， 根据习俗惯例的或者通常的、习惯上的，用这个词。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Customary 就是 custom， 习俗后面加 ary 形容词后缀。这个形容词得记住它的固定搭配，叫做 It is customary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习俗，合乎习俗，合乎惯例的，就是某人做某事是符合习俗惯例，大家一般都是这么做。这个结构特别漂亮，咱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Is it customary to tip hairdressers in this country? 就我问了，我在这正在理发呢，我就问一问，我说在这个国家里面给这个理发的师傅给小费，是不是符合当地的习俗呢？我用不用给小费呢？不给小费，我脑袋后边给我多剃点怎么办呢？这我问清楚。Is it customary to tip 给某人小费 ？Hairdresser 就是理发美发师，给小费符合习俗吗？这个没有说对谁，所以 for somebody 被省略了。我们再看加 for somebody 的一些例子，比如说 in some在某些文化里面怎么样呢？这个新娘子穿白颜色的衣服，这是一个惯例，符合习俗的。在中国传统来看，新娘子穿红色的，对，穿白的是披麻戴孝，死人才穿白的。但现在呢，西风东渐，咱们新娘子也穿一身白婚纱啊，所以在某些文化之中，新娘子穿白的是符合惯例的，符合风俗的。那再比如说 ，In my village, it is customary for a girl to take her mother's name。我说在我们村啊，这个对于一个女孩来说，用妈妈的名字来当她的名字，这是一个习俗、风俗，合乎惯例的，叫做 Is it customary？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完全符合这个固定句式。好，那么对于谁来说呢？对 the new arrival， 在说是这个事实，这个 arrival 这个是什么意思 ？Arrival 我们知道可以表示我某人的到达。My arrival coincided with his departure。我的到来跟他的离去同时发生了，就我来的时候他刚好要走。但在这里 arrival 明显不是到来的意思，而是表示什么呢？Person or thing that arrives 就到达的人或者事物，就是刚刚到这儿这个人或者事物用 arrival。 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Late arrivals must wait in the foyer， 就是来晚的人必须在休息厅门厅里面来等一会儿等候。这个门厅休息厅叫 foyer， 当然这个英式翻译都是 foray， 这在这剑桥雅思听力真题中也出现过，就休息厅门厅在美国都是 foyer。 Arrival 这是来的人，来到的人，就来晚的人呢门厅等待。再比如说 We are expecting a new arrival in the family soon， 我们现在正在等着家里新来的一个人。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就是家里要添丁了，添人口了，就是这个要生孩子了，这个老婆肚子大了。有时候说 the girl is expecting， 就委婉的说法就是怀孕的意思。那我们正等着家里要来一个新的人口，叫家里要添丁了，添新人了，这个意思。那 arrival 是到达的人或者是事物，在这是新到的这个大象。怎么样呢？把它 to be placed 就被放置在哪儿呢？ Between the stalls of two captives， 在这个两个被捕获的大象的这个畜栏的中间，这个 stall
我们可以表示什么卖是什么卖东西摆的那个摊儿啊，那个摊位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在公共厕所三面是木板，前面是个门能拉开，这个蹲位也叫一个 stall 啊。那三面是挡板，前面是门，也可以表示动物的畜栏。在这儿当然是这个意思。An enclosed area in the building for an animal such as a horse or cow， 就是牲畜棚中的这个一栏，就是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空间，在个建筑物里边，那让什么马呀或者牛这样的动物呢，住在这里边。就三面是后面可能是墙，两面是木板，前面是个门能拉开，一头牛，这个一匹马，在这里是一只大象了，可以住在里边，这个牲口棚。那这三册五十六课咱们见过，大家还记得吗？ All the cattle had been moved into stalls and we stood to lose little， 所有的牛已经被移到了这个牲口棚里边去了，到牛棚里边去了，所以我们必然呢就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个 stall 是牛棚牲口棚的意思。那么我们说在两头被捕获的大象的畜栏中间，什么大象，再加定语从句 whose training，就他们的训练 is already well 是相当的 advanced， 就高级的进步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训练也达到相当高级的 level 了，那就是他们训练的不错了，把新来的大象放在两个大象中间。那放在中间之后怎么办呢？下一句话说了，咱们看放在中间之后这个下面下一步该怎么办，请看屏幕看第二步。他说 It is then left completely undisturbed with plenty of food and water, so that it can absorb the atmosphere of its new home and see that nothing particularly alarming is happening to its companions. 这是用心理学了，大象嘛，这个也是高等动物，这个有心理了。那它呢，这个前面白颜色的还是句子主句。那它这个时候呢，怎么样 ？It 就指的新来的大象的 new arrival。这个时候 ，the then 就是副词那时了，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它就这个 leave 就 left 了， left 就来自于中文 leave， 可以表示某人某物处于某个状态。那边大象就被就不管它了，放在那儿，完全不受干扰的状态，并且给它大量的食物和水，没人管它了。你爱吃不吃，你不吃饿死，那食和水放那儿。那么 so that 呢 ？so that 可以表示以便于。那我们这是 so that 有时候也能翻译成所以。区别的方法，老师说一般来说，咱们看看从句谓语动词是否出现了情态动词，尤其像 can、could、would、什么 may、might 等等，出现情态动词了，一般翻译以便于。这也好记，中文中是以便于就有情态动词吗？以便于能够，以便于可以，以便于能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那后面出现能吗？对吧？以便于它能够怎么样呢 ？Absorb the atmosphere of its new home。Absorb 本是吸收进来，吸进来，在这儿呢就慢慢接受或慢慢熟悉，这个意思咱们一会儿会讲。Atmosphere 就是这里的气氛嘛，新家的这个气氛，慢慢就接受了，熟悉了这新家的气氛，并且 and 还是处在这个 so that 从句里边，并且怎么样呢？并且他看到这个 see 跟前面那个有新家的气氛，并且能够看到。Absorb 跟 see 并列，看到什么呢？后面 that 从句到句末当然是宾语从句。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担惊害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同伴身上。同伴是很安静嘛，老老实实在吃食，他可能慢慢就不那么吵了。一看人家大象不也被关起来吗？人比我还胖呢，吃的这白白胖胖的，我还有什么理由再闹呢？中间大象慢慢就安静下来了，就让他先别不要马上让他。去训练他，他可能比较抵抗，慢慢他认命了就行，干脆就他妈在这儿吧，不走了，那认了命了就好了，就这么一个。那好，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些表达咱们得看一看。首先咱们得先钻研一下这个动词 leave， 这个 leave 不是离开，它是什么意思呢？使或者让某人某物处于某个状态，让它处在这个状态里边。If you leave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condition, you do not touch it, move it, or act to change it in any way. 如果你把某个东西让它处于某一个状态，什么意思呢？你不碰它，不移动它，或者不用任何方式来改变它，就是不管，让它处于这个状态，不管它，叫 leave。那么就会，
这个跟离开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有类似的这含义吗？我的料呢不管了，那就不动它，不改变它，让它处于这个状态。这个例如表示这个含义相当常见，我们看多看几个例子。那比方说 ，You can leave the window open， 你看让窗户开着，别管它，窗户开着不用关，那让窗户保持打开的这个状态，不管它。Leave your sister alone， 不要去干扰你的妹妹或者姐姐，你别管她，让她自个儿待着，让她自己待着，不要管她。那 leave。表示处于不什么什么的状态，你看本文中呢，让它处于完全不受打扰的状态，跟的是 undisturbed， 当形容词吗？未被干扰的吗？这个状态，那我们经常 leave 后面加宾语之后的宾语不足语，经常用 un 开头的形容词。咱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 ，It's better to leave some things unsaid。我说把有些事儿啊不说更好，那每个事儿都说清楚都不好，有些事儿不说更好。让这个事情属于未被说出的状态，不说，有些事不说更好。再比如说 ，He got up slowly, leaving the lunch unfinished。他起得太晚了，结果是怎么午饭没有吃完？起得太晚了，可能吃早点的离中午饭太近了，午饭没吃完，使午饭处于未被完成的这个状态。加疑问，对。再比如说 ，Please excuse me if I have left。Any of your questions unanswered， 说如果呢，我要有一些您的问题没有被回答的话，请原谅。那时间有限，不可能都回答。Leave， 你看后面跟的是宾语之后 unanswered， 未被回答状态。这 leave 经常用在这个场合。本文中只不过用了被动，就是他的大象，这个新来大象被处于完全不受干扰状态，然后给他充足的食物和水。Food 表示数量不可数，所以不能加 s。那么以便于怎么样呢 ？So that 以便于目的状语从句。以便于它可以 absorb the atmosphere， 注意这个 absorb 在这儿不是吸收，但跟吸收类似，它是一个派生意，叫做理解、接受、熟悉。咱们看英文解释，就是 to take something into the mind and learn or understand it， 把某个东西让它进到我们大脑里面来，并且呢慢慢这个去学会、去了解、去理解，就慢慢接受了，放到我大脑里边来了，成为大脑的一部分了，慢慢熟悉了，慢慢的理解了，接受了。那这个意思叫 absorb， 比较抽象，咱们多看几个例句来加深理解。比方说，看这个例子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to absorb all at once。我说要同时啊，这个要这个马上要立刻要去接受啊。这么多的这个信息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to absorb all at once. All at once 就是这个突然间要马上要理解这么多的信。哎，好，下面咱们看几个例子啊，比方说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to absorb all at once. 我们突然之间要去理解这么多的信息，要去接受很多很多的信息。这个 absorb 是理解接受这么多的信息， all at once 是突然之间一下子怎么怎么样，注意不要跟 at once 搞混， at once 是立即立刻马上， all at once 相当于 suddenly， all of a sudden 叫突然间一下子，我们一下子要去接受这么多信息，可以是这个意思。再比方说 It took me several days to absorb the fact of her death， 我花了好几天才接受了她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可能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一个人去世，不能接受，那打击太大了，花了好几天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按这事实进到脑子里边来了，平静接受了，接受。本文中是接受新家的气氛吗？再比如说跟 atmosphere 搭配的例句，跟本文中更像了。They spent a week in Paris just absorbing the atmosphere. 他们在巴黎待了一周的时间，就为了熟悉那里的气氛，或者接受当地这个气氛，慢慢融入到巴黎的环境里面去，让这个气氛慢慢融入到自己脑子里面去了，慢慢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像在家里一样了。本文中正是这个用法，就是慢慢去熟悉一下
atmosphere 就是整个新家嘛，这个气氛嘛。周围两个大哥哥在旁边，哎，老老实实在吃饭，我就别闹混了。你饿死，那是活该，老老实实也吃就行了。就这么一个，那么并且看到 and see that 怎么样 ？Nothing particularly alarming is happening， 没有任何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同伴上 ，companion 同伴嘛，就旁边那俩哥们儿。我们来看看这个 alarming。Alarm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令人惊恐的 ，making you feel worried or frightened， 让你觉得很焦虑、担忧的，令你觉得特别害怕的，叫做 alarming。这个我们也是通过例句来进一步加深理解。那 alarming， 比如说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violent crime， 暴力犯罪，令人惊恐的一个上升，大幅度的上升了，令人惊恐的。这个注意。名词都是 increase， 动词是 increase， 名词都是 increase。再比如说 ，the rainforest is disappearing at an alarming rate， 这是固定搭配 ，at an alarming rate 可以背起来，就是以令人非常吃惊的这么一个速度，就是雨林正在以令人惊恐的这么一个速度在迅速的消失。这个感觉叫 alarming。本文中就是嘛，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在。Happen to 吗 ？Somebody 吗？发生在他的同伴身上。他们开始正常进食了。正常进食之后，第三步干嘛呢？第三句话谈的下面第三步怎么做？是啊 ，When it is eating normally, its own training begins。当这只新来的大象已经能够正常进食了，正常吃饭了，什么样呢？它自己的训练就开始了，就开始训练这个大象了。怎么个训练法？咱们接着看第四句。他说。The trainer stands in front of the elephant, holding a long stick with a sharp metal point. 他的这个训练师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Mahout 这个人啊，站在大象的前面 ，in front of the elephant， 地点状语嘛，修饰这个 stand， 站在大象前面啊。同时 holding 到句末，这是非谓动词当伴随状语，站在象前面干嘛呢？同时拿这个长长的 stick， 就是一个棒子、一个手杖、一个杆子、一个棍儿。长长的这么一个棒子 ，stick， 手杖也可以用它。那么用什么呢？这个 stick 前面有一个尖尖的金属尖儿，这个 sharp 锐利的 metal 金属 point 就一个尖儿，金属尖儿就是控制着大象，你不听话就扎你，这么一个。好，这句话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说。那下我们看下面一句，第五句更复杂一些。咱们看第五句，他说 ：“Two assistants mounted on tame elephants。”Control the captive from either side, while others rub their hands over his skin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a monotonous and soothing chant. 然后这个主训练师站在大象前面，用金属棒扎他。然后呢，他的两个助手啊，骑在驯服的大象的背上的助手。这个 mounted on 是一个非谓动词，在这儿做插入语了，就骑在驯服大象身上的两个助手。这 mounted 可以表示某人上马，所以过去分词是对的。然后怎么样呢？他控制，在控制这个被捕获的大象在哪儿？从两边，怎么两头驯服大象，这个所有的助手在两边控制这个要被训练的大象。From either side 就从两边，这是一个地点状语。While 是并列连词，反正而。我喜欢读书，而他喜欢看报；我喜欢喝水，而他喜欢尿尿，对吧？跟他对比，这中间用 while 和 er， 而另外的人呢，其他人怎么样呢 ？Rub their hands over his skin， 就是 rub 是摩擦、抚摸嘛，就是在这个他就指被捕获大象嘛，大象皮肤上用手来摩擦，哦，宝贝儿啊，宝贝儿，来安抚他这么一个，一边摩擦的皮肤，同时干嘛呢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a monotonous and soothing chant， 这个。To the accompaniment of， 本意是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伴奏之下，后面一般跟什么钢琴呢、小提琴呢？这个 accompaniment 本意是伴奏，搭配就是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固定搭配。这个它的派生意呢，就是在另外一个事发生时，或者能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事。本文中是派生意，因为这没有钢琴嘛，没有伴奏。在什么声音中呢？就是一个单调的 monotonous， 并且令人觉得安慰的 soothing。后面是 chant， 就是反复重复的什么口号啊，或者反复吟唱的一些歌啊，就是 chant， 就是一边说着那
叨咕着一些或唱着一些这单调的和令人安慰性的这么一个话或者歌，同时一般在摸这个大象，在摸它的皮肤。这里面细节就特别多了，咱们首先看看这个 mounted on， 这是复习在29课讲过。这个 mount M-O-U-N-T 意思特别多，它的最常见的意思之一可以说就是登上， go up 或者 ascend， 登上什么什么什么。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he mounted the platform and addressed the crowd， 这个例句咱们讲过，他登上了讲台，然后对人群发表讲话。 address 表示对某人讲话，这是登上去，登上。本文中并不是登上嘛。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表示把某个东西固定住以备使用啊、展示啊或者研究啊，这个在27课咱们就讲过。就瓦萨号 to fix something into position on something so that you can use it, look at it or study it， 咱们再复习27课。这个句子出现在160页的第六到第七行，160页第六行到第七行。 Triple gun decks mounted 64 bronze cannon， 三层的火炮甲板上固定着什么呢？64门青铜大炮，这是固定住什么什么东西。那本文中也不是这个意思。Mount 第三个意思呢，是逐渐增加，数量增加到 to increase gradually， 逐渐增加到。咱们在28课见过，下面这个句子出自166页第三行到第四行，166页第三行到第四行。他说 This modern phase in medicine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nnual drug bill of the health services is mounting to astronomical figures and shows no signs at present of ceasing to rise。 他说当今的对于药瓶子的这个信赖被什么所证实呢？被这个事实所证实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卫生保健部门每年的药费清单正在慢慢上升到了天文数字，并且迄今没有任何停止上升的迹象。在这儿上升到什么叫 mount to， 跟介词 to 搭配，本文中显然也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咱们说过的使上马或者是上马，就是 get onto or put somebody onto a horse etc. for riding，骑到马背上或其他动物的背上，驴啊、骡子，甚至本文中大象都行。既可以做不及物动词上马，也可以表示使某人上马，或者用马做宾语都行。这个 mount 的动词搭配特别灵活。咱们看几个例子。He quickly mounted his horse and rode away。他迅速上了马，并且骑走了。这是用马做宾语，叫上马。本文中不是这个用法，本文中是人做宾语。使人上马，所以既可用马做宾语，也能用人做宾语。我们看这个人做宾语 ，He mounted the boy on the horse， 他使这个男孩子骑到马背上，把孩子抱上去了。那可以这么说，这是及物动词。那所以呢，我们本文中被动就好理解了，因为他的宾语可以是人嘛，对吧？你再看一个被动 ，The policemen were mounted on black horses， 这些警察们骑着黑马，就是被使骑到了黑马背上。因为它可以用人做宾语嘛，人做主语用被动嘛，本文中用过去分词 mounted on tame elephant 就好理解了，正是这个用法。这是 mount 几个含义，重复一遍：第一个表示登上，对吧？第二个可以表示这个把什么固定住，说了；第三个逐渐增加 mount to， 最后上马或使上马，本文中是第四个意思。好，那么骑到驯服大象背上两个助手怎么样呢？从两边控制住这个被俘获的大象，这个 captive， 而其他人呢，就是用手在他的皮肤上摩擦，并且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这固定搭配。咱们先看看这个什么叫 accompaniment， 它的本身可以表示伴奏或者伴随性的东西，它来自于动词 accompany， 不是陪伴的意思吗？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名字 accompaniment， 记住搭配。To the accompaniment of something， 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词表示伴奏这个本意，就是 while a musical instrument is being played， 在一个乐器在演奏的这个时候，就在什么什么伴奏之下，后面一定跟一个乐器。你比如说 they performed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guitars， 他们在吉他伴奏之下在表演，对吧？再比如说 the girls这个 sang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a piano. 这些女孩子在钢琴伴奏之下在唱歌。哎，这么来说 sing, sang, song, 这 sang 一般过去式在唱歌。但是本文中呢，它后面不是一个乐器，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To the accompaniment of something, 还有第二个意思搭配一样，什么呢？ While something else is happening or can be heard. 在另外一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在什么什么声音之中，在用另外一个事情能够被听到的声音中，这是更像第一个意思伴奏了，因为伴奏乐器不发出声音嘛。本文中就是在什么什么声中，他们在吟唱啊，反复在不停的叨咕啊，这个声中。那这个搭配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例子。比如说 She made her speech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loud laughter. 这个女人在大笑声中来做演讲，在大笑声中，别人一边大笑，她同时在说，这大笑声能够被听到，好像大笑在伴奏一样，其实并不是伴奏，对吧？再比如说叫 Franco left the chamber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loud applause. 这 Franco 弗兰克这个人怎么样呢？在这个响亮的掌声之中离开了大厅，他跟他讲话完毕在下台走了，观众给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以在响亮的掌声的伴奏之下离开大厅，就是在什么什么声中呢？本文中就是这个派声音。在什么声中呢？ monotonous 是单调的，这个 soothing 咱们生词中讲了，就令人觉得很安慰的，就不着急忙慌了。 chant 表示这反复的吟唱啊，或者反复在说的口号啊，叫 chant。 我们看什么意思，那先大声先读一遍 chant 好像中文中唱它，对，什么意思，确实跟唱有点关系啊。就 words or phrases that a group of people shout or sing again and again， 就是一群人反复唱或者喊叫的词语或者口号，既可能是反复大声的这个喊，也可以说是反复吟唱的这个口号，这些词语叫做 chant。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team supporters sang a victory chant。 这个球队的支持者在唱着一个胜利的这个歌，得胜啊，我们胜利了啊，当然这大概类似这么一个东西，那 We will love France 等等等等，类似这么一些反复呼喊或吟唱的这种口号或词语，本文中就这么一个吗？哎呀，这大象快天灵灵地灵灵，大象不要在这儿在着急忙慌了，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那总而言之吧，大象听话，大象听话，大象听话，一边这么叨咕着，一边抚摸大象皮肤，不闹了不闹了，宝贝儿，爸爸亲一口。那就照着这么一个一个东西，一边唱一边来抚摸他皮肤，才能想象当时的情况。那这个把这精准的把握之后，我们再理解这课文就容易了啊。接着看下面，那唱着歌干嘛用的呢？第六句话解释，他说了 This is supposed to induce pleasurable sensations in the elephant and its effects are reinforced by the use of endearing epithets such as Ho, my son, Ho, my, or Ho, my father, or my mother according to the age and sex of the captive。他说这呢，据说呀 ，be supposed to do 的据说或据称，这是固定习语，咱们一会儿会说。当然 ，be supposed to do 三册老师讲过，还可以表示应该，这是后话了，咱们一会儿会说啊。这据说呀，能够 induce 引起了，引起诱使了，引起咱们 pleasurable 就令人觉得很愉快的啊 ，sensation 就是感觉。咱们在这个气垫船那个书讲过 ，sensation 可以表人的感觉，尤其是触觉。也可以表示轰动，这多一次咱们一会儿复习。这据称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使大象觉得很愉快，觉得很舒服。And 引出并列句 and 并列连词，并且呢它这个效果就是让大象觉得很舒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Reinforce 是加强强化，效果加强了，被什么呢？在 by 一直到句末，这是这个斜体字是方式状语的，通过这个方式来加强，通过什么方式？ By the use of endearing epithet。那使用这个 endearing 也是令人觉得觉得很开心的、愉悦的，类似于刚才这个 pleasurable 这个词，令人很愉悦的一些称呼 epithet， 我们说称呼啊、外号啊、绰号，咱们生词中讲了。那什么称呼呢？这个 endearing epithet 后面出现一个叫做 Ho, my son,
Oh, my father, well, my mother. 对，这一大堆做前面 endearing epithet 同位语。来，比如说，哦，儿子，哎呦，爸爸，哦，妈妈，哎，这么这个亲切的称谓。那 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被俘获大象的年龄还有性别。那小象叫儿子，年纪更大，大象能活100岁嘛？有爸爸、妈妈、爷爷、二舅母、六姨父等等等等。哎，就这么来称呼。Who。这不要读 who 啊，都是 who 就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么一个什么 who 就嘿嘿，就这么一个。那这里面有些细节，首先这里面一个重要搭配就是 be supposed to do。 注意啊，这个翻译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你看英文解释特别清晰啊，它表示 used 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believed to be true by many people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true or you mightDisagree， 据说或据称。used to 就是被用来了。这个搭配是被用来说什么呢？说某个事被认为啊是真的，很多人呢认为它是真的，尽管它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你可能会不同意。就据说呀，据称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样呢？作者怀疑。就据说、据称，本文这据说能够这样，但本文这作者说这未必真的会这样。他据说、据称，这个 be supposed to do， 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看例子 ，The castle is supposed to be haunted。这个城堡据说怎么样呢？据说闹鬼，就作者是哪有鬼嘛？那据说大家这么说，有没有我不知道，对吧？再比如说 ，Mrs. Carver is supposed to have a lot of money。这个据称啊，这个 Carver 夫人有好多钱，是不是真有钱？谁知道呢？我说但大家这么说，就很多人认为这是真的，据说或据称。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一来，据说呀能够让大象开心，是这么一个。但 be supposed to 千万不要忘记还有更常见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应该。如果是过去的事呢，可以翻成本该，应该过去事就本该怎么样，表示这个意思其实常见的多。咱们看几个例子。 What time are you supposed to be there? 我说我们你们应该什么时候到这个到那里呢？应该什么时候到那儿？应该什么时候？而不是据称。那 The meeting was supposed to take place on Tuesday, but we've had to postpone it. 这个会议本该呢在周二举行，但是我们现在呢不得不推迟它了。 Be supposed to 应该，如果一般过去式呢就本该嘛，本来应该，结果现在不行了，本该怎么怎么样。这个 be supposed to do。咱们还可以在听力题中再听一听。这个听力在新概念三册中我们听过，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看看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本该。Number 13. Do you know if George is coming to the meeting? Oh, no. I was supposed to tell you that he's sick and can't co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一个选项。Number 13. Do you know if George is coming to the meeting? Oh, no.I was supposed to tell you that he's sick and can't co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什么意思呢？看看选哪一个。好，正确答案是 D 选项，你选对了吗？ He forgot to deliver a message. 他忘记给别人传一个口信了。为什么选 D? 再看看原文。Number 13. Do you know if George is coming to the meeting? Oh, no. I was supposed to tell you that he's sick and can't co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哎，这是一男一女对话。第一个女的是 Do you know if George is coming to the meeting? 你知道乔治是否会参加今天的会议呢？第二个男的是 Oh, no. I was supposed to tell you he's sick and can't come. 哎呦，坏了。我本该告诉你的，他病了来不了。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Oh no, 不要说 Oh 不，中国人不喜欢说不，就是哎呦坏了，语气是哎呦坏了，真糟糕。那我本该告诉你，这不一般过去时吗？应该吗？过去应该就本该告诉你的，他病了来不了了，忘了说了。What does the man mean? 什么意思呢？他忘记传一个口信了，别人嘱咐他，结果他忘了。这 be supposed to do 两个意思，第一个据称据说，第二个是应该。我的过去式就本该。那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这据说能够 induce 引起了引起就诱这个诱导出啊 pleasurable 是令人愉快的 sensation 29课讲过两个意思复习
Sensation 第一个意思复习 A feeling that you get from one of your five senses, especially the sense of touch. 你从你五个感官，什么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视觉，那五个感官里面得到的一个感觉，尤其是指触觉，叫 sensation。这是咱们讲过的。比方说 ,one sign of a heart attack is a tingling sensation in the left arm. 心脏病发作的一个症状就是在左胳膊出现了刺痛的感觉。刺痛的感觉就是心脏病要犯了。sensation, 这是感觉，尤其是触觉。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轰动。还记得吗 ?state of great surprise, excitement, interest, etc. among many people. 很多人中产生的巨大的惊讶呀兴奋呐、或者非常感兴趣状态轰动。搭配着 cause and sensation, 引起了轰动。咱们复习在172页第12行。172页课文的第12行。The first test on the Solent in 1959 caused a sensation. 在苏伦特河1959年的这个首次的测试引起了轰动。本文中是第一个感觉。这据说能引起大象愉快的感觉，并且这个愉快感觉的效果呢 are reinforced by something. Reinforce 表示使强化了，就是加强强化。 To make a feeling, an idea, etc. stronger, 使一个感觉呀、或者念头想法呀变得更强一些，加强强化 reinforce。 比如说 The experience reinforced my sense of loss. 这一次经历进一步加强了我的失败感，使这个感觉进一步加强了，使强化。Success in the talks will reinforce his reput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statesman. 这次会谈中的成功将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名誉，他的名声 reputation 什么呢？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的名望，使这名声进一步加强了。Statesman 是政治家，但 statesman 往往是褒义词，而 politician。这个政治家是中性词或者略带贬义，而 statesman 绝对是褒义词，加强了。本文中是这种感觉被加强，被什么呢 ？By the use of endearing epithet. Endearing 是惹人喜爱的，逗人喜欢的。Endearing 惹人喜爱的，就 making someone love or like you， 什么人爱你，什么人喜欢你的，这种叫 endearing。咱们也看一些例子吧。Shyness is one of her most endearing qualities.Quality 某人的属性或特征，爱害羞是这个女孩子最惹人喜爱的这个特征之一了。这个 endearing 惹人喜爱，这女孩哎呀不好意思，不要再说了，觉得这女孩哎呀好有魅力，对吧？那大小伙子这样就不好了啊。这个也就是 epithet 词中讲了称呼绰号，那称呼绰号，比如说 session ho 就是引起的，哎呦儿子，哎呦爸爸或者妈妈，根据他的年龄或性别。但是不是真管用呢？作者说不一定，你不信看第七句。他说 The elephant is not immediately susceptible to such blandishments. However, and usually lashes fiercely with his trunk in all directions. 这个还是 and 引导两个并列句嘛。并列句之前他说然而 however 是插入语。然而是怎么样呢？这个大象并不是马上啊对这种恭维这个谄媚的话，他这个会有反应。Be susceptible to 可以表示对某个东西有反应，感情上有反应，并且经常怎么样呢？非常这个猛烈的用他的鼻子呢向四面八方来甩来甩去 ，lash， 把它叫甩鞭子，啪啪甩鞭子的意思。或者表示甩这个老虎甩尾巴，也可以用它甩鞭子，是甩鼻子吗？它 fiercely 凶猛的猛烈的 ，with his trunk。这是 with his trunk 是状语，用他的鼻子，然后 in all directions 是还是状语吗？朝四面八方，当然也可以用 in every direction， 那用单数了 ，in all directions 用复数都行，都是向四面八方。怎么说过？这里面首先我们复习一个 susceptible， 咱们讲过这个词，但是它有多种含义。17课咱们讲过第一个意思 ，be susceptible to something 表示容易得某个病的。易患某病的复习吧。98页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98页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Scientists discovered that this particular variety of rabbit and apparently no other animal was susceptible to a fatal virus disease, myxomatosis.
就是科学家发现这种特殊类型的兔子，并且显然没有什么其他的动物，特别容易得一种致命性的病毒性疾病，就多发性粘液瘤 maxomatosis 这种病，是容易得某种病的啊。但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叫易受什么什么东西的影响的，那就是大象呢不太容易受这种工位的影响。那咱们也看一些例子。Young people are the most susceptible to advertisements. 年轻人最容易受广告的影响。老年人慢慢都麻木了，广告攻势不灵，年轻人一看马上掏腰包了，那最容易受他影响。再比如说 James was extremely susceptible to flattery. 那詹姆斯怎么样呢？极其容易受到恭维拍马屁溜须拍马的影响。哎呀你最帅，哎呀呵美，爽的话，你好有钱，哎呀我真有钱呢，呵，打着别人一恭维他觉得很爽，极其容易受到恭维拍马屁 flattery 这个影响。本文中呢就是这个大象呢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受到了这种谄媚恭维的影响。本文中这个用的是 blandishment， 是个书面语，个儿比较大，而这个词呢习惯用复数，叫 PL 就 plural 了，用复数，而且是一个正式的书面语。我们大声读一下 blandishment， blandish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 flattering or coaxing words and actions， 谄媚的或者哄骗的言语或者行为。这个 flatter 就是刚才的名词 flattery， 它的动词形式就谄媚，就是拍马屁。 coaxing 那 coax 就哄骗某人，那就是谄媚或者哄骗的这种言语和行为。哎呀大象你好好玩啊，大象你好帅呀，谄媚或哄骗他。这个词习惯用复数，比如说 She resisted his blandishments， 她把她的这谄媚或者哄骗的言语行为给顶了回去， resist 抵抗抵制回去了，顶了回去，根本不吃他的套，叫谄媚或哄骗的行为。就是这大象对这个行为不太感冒，并且怎么样呢？ Usually lashes fiercely， 经常猛烈的就挥舞着他的这个鼻子。这个 lash 什么意思呢？猛烈的甩动。 To move or to move something quickly and violently from side to side， 移动或者去移动某个东西，急物不急物都行，非常快速而且猛烈的从一边到一边来回甩动，就猛烈的甩动，这感觉叫 lash。 比如说 The crocodile's tail was lashing furiously from side to side， 这个鳄鱼它的尾巴正在非常非常这个 furiously 狂暴的在两边来回甩动，用力甩动。这 lash 本来也可以表示甩鞭子，什么老虎甩尾巴，鳄鱼甩尾巴，这大象甩鼻子，本 fiercely 实际上是这个很凶猛的，向四面八方在甩动。后面看最后一句，他说 These movements are controlled by the trainer with the metal pointed stick and the trunk eventually becomes so sore that the elephant curls it up and seldom afterwards uses it for offensive purposes。说这种行动就甩鼻子嘛，指上句话中的甩鼻子，上下文呢从逻辑相勾连了。被什么呢？被这个训练员，就站在前面训练员来控制，怎么控制呢？ With the metal pointed stick， 这是用有金属尖那个棒子来控制。不刚才说有个金属尖扎他鼻子，你敢乱甩我扎你。并且 and 引出变的句，并且这个 the trunk 这鼻子最终会变得如此之疼痛， sore 是疼，so这大象呢最后把鼻子卷起来往上 curl， 一听声音就卷起来了， up 就向上卷起来了， and 还是在结构创新层里边，并且在后这个从那以后 outward 从那以后了，那就是这个就这 seldom 很少用它，就用鼻子了来这个出于进攻性的需要而去甩鼻子了，那大象用鼻子来干活了，不会用鼻子打人了。 for some purposes 表示出于某种需要，这个咱们讲过。那这里边我们有几个词看一看，首先这个 metal pointed 表示有尖的带尖的，叫 having a sharp end， 有尖尖的有尖端的叫 pointed。 a pointed chin 下巴，一个尖下巴，这瓜子脸尖下巴。 pointed teeth 就尖尖的牙齿，这尖的这个有金属尖的叫 metal pointed， 就这个意思。另外句末那个 for 什么什么 purposes 表示出于什么什么的需要，这是复习。
for 哒哒哒 purposes 出于某事某个东西的需要。那这个在我们36课咱们讲过，比如说 These gifts count as income for tax purposes， 这些礼物被算作是收入，为什么？这出于这个纳税做税的需要。那这是这么一个。还有36课里的例子，13页第6行最后到第7行， For our purposes we're concerned only with one kind of cost the cost of manag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business， 出于我们这里就是本书本文的需要，出于本文的需要。那怎么样呢？我们这里呢只呢这个谈到只关于呢这么一种开销，就是经营管理这个公司的开销，就出于什么什么的需要，出于什么的需要。好，41课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文章，最后一单元嘛，课文比较大了，里面细节特别多，好多精彩的句式非常值得咱们去模仿，但有前提是什么呢？仔细复习，牢牢掌握，否则浮皮潦草的听一遍还不如你听相声去呢，因为根本没有效，你根本就记不住，一定要仔细复习。还是那句话，你这个水开了半天火，费了半天煤气，最后没开晾凉了还是没法喝，还是生水，一鼓作气不要停，一直把水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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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煮开了，煮开了好了，一鼓作气凉了之后那也是凉开水，一定要一鼓作气，多次反复收看，把搭配习语记住，并且没事时呢动笔练一练，用老师讲的句型每天写些日记呀，碰见东西怎么记一记呀，写英语写些感想，把搭配用一用，咱们英语程度才能越来越高，光输入你不输出不行，那一定动笔练一练，动笔写一写，拿不准的地方可以问问字典小的细节，但争取把咱们讲的知识点用上，但第一步先复习。怎么复习？按李老师一开始说的五步复习法，如果忘记去李老师的博客里面看这个我在土豆网传了一个音频，说是咱们该怎么去复习，咱们可以参考。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老师进一步来交流，重要的第41课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亲爱的同学们。